蓝忘机啊，蓝忘机，我是你什么人啊？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？我曾经把你当做我毕生知己，现在仍是。 办法吗？这个蓝湛，如果我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那我宁愿和你决一生死，要死，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。 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你要是没那个意思，不要随便去撩拨别人。我撩拨的又不是你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蓝湛，你喜欢绵绵。韩光君，现在该你了。 替他喝，总可以了吧？魏公子，在大半山你就认出我了？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想知道？嗯。你自己告诉我的。我告诉你的。 是因为金陵，还是因为温宁啊？都不对吧？自己想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吧。啊、哎。